苏西牛埔排水湾番仔沟出海口的所在，当地民众反映哦，讲这个排水沟内西满杂草，严重影响到排水加阻碍到水流。苏西乡长苏伟俊六号早起时，特别邀集到第四河川局甲管府水主处的人员，前往会勘，争取安排清除作业。牛埔排水是苏西地区重要的排水系统。当地民众反映，我番仔沟出海口处水沟内底杂草真多，严重影响排洪断面，阻挡水流。沙西乡长六号上午邀集第四河川局甲管府水主处人员前往会勘。那时候就在反映这一段了、啊。那我们那时候人就是在从上游这样子。有联络吼，咱县府吼，啊以及咱市河局的相关单位，啊来甲咱温那港遮吼，啊来看到这预补排水，那一直甲咱温那港遮即站，那么因为有真侪杂草丛生的造成咱迄个排水的这个阻碍状况，那联络咱县府吼，啊以及市河局吼，啊个咱船长温那船长吼，来甲现场来会勘，那么看到讲确实有影吼，有真侪阻碍咱迄个排水系统，啊希望。相关单位啊，尽快能够把这个好除碍部分应该清除啊，才不会造成日后那汛期搞顺哈，那么会造成我们地方的灾损。苏伟俊指出，牛埔排水这段已经大约两年的时间无整理，希望这届会勘，厘清相关管制单位了后，会当赶紧处理水沟内底杂草加土沙，恢复河道原本的功能。多彰化新闻叶宏武、沙西彩虹报道。